倒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康林哥开始。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感谢主，又是礼拜四的晚上，让我们从座位上一同起立好吗？跟你旁边人说，很开心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很开心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再跟三个人这样讲好不好？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人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很开心跟你一起在这里祷告。阿们。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恩典，我们每个礼拜有这样的时间，我觉得也很感谢神，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浪费，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专属于。我们的神交给他，敬拜他，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能够很热情的欢迎他。我也相信他有奇妙的事情要在你身上发生。Amen, Amen。 好不好？再跟你旁边三个人讲说，有奇妙的事在你的身上要发生。奇妙的事在你身上发生。Amen。 也在我的身上发生。Amen, Amen。 让我们数到三，用最大的欢呼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奇妙的神。一二三，哈利路亚。来，让我们今晚热情的来赞美神，因为今晚是神迹发生的时刻。一起拍手来赞美，然后举手扬声来赞美。做鼓的哦，副歌乐团双流鼓，大声来唱，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欢呼赞美，不要快，来点。Yeah.
次。还有吗？结束哦。四。来，祝哥。副歌。还有还有瞬间 Precurs 1 2 3 瞬间到副歌做 drop section 不收，
次。回去。Ending。来，一起拍手赞美我们的神。伸出来唱。人事物都无法满足我心灵深处的渴慕。主歌还有，还有，不如继续。副歌准备。
是走副歌。多少人相信神的活水全然在你里面？大声说 Amen。乐团副歌头，等下做副歌弱的哦，不要收。歌再一次就更加爱你，我们唱更多，
寻求你，更深去见你，更深寻见你。不可，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因你杯中的不缺，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你，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不可，再来一点。回主歌，我要更多更多寻求你，更深情切，更深情切你。副歌来哦，再来 ，M 六四四。秋姐上台。副歌 one and， 我渴望坐在你脚前，你杯中的火焰，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见底，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祷告的前奏。继续做主题，然后换一个旋律，四、三、二、一。
歌准备是最歌准备 drop， 先撑完 drop。我渴望坐在你脚前，听你悲痛的呼吸，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大声不停地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不可的肉四组和弦换就好囉。委屈走前面是一个就向我们说话，渴望坐在你的脚前，渴望听见你的声音，渴望听见你的声音。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上帝要向你来说话，上帝要向你的心来说话，上帝要向你的灵来说话。他的话带着大能，他的话带着安慰，他的话带着能力。打开你心里面的眼睛和耳朵，看见神在今天晚上充满在你的里面，听见神向你说话，同声开口来祷告。Thank you.
副歌 1, 2, 3, and 我渴望走在你脚前，以你为做的我的，在你怀中感受你心跳声音，爱深不坚定，让我承受不起，我融化在你。副歌再来，副歌继续。等一下，我可能直接换到下一首。换歌，走 bridge， 下一首的 bridge。接副歌强的，副歌
祷告，我总副歌是对稍微保持。我们等一下转第八首，再神没有难成的事。然后康利哥弟弟他帮我跟找时间跟秋姐说，请他要转接到再神没有难成的事，光文哥才会上台。这首的副歌 One Two Three Nine 副歌。
去。去，去，大的结束 ，one， two， three， and。主圣灵，欢迎你现在掌权运行，欢迎你掌权运行。是的，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当你掌权运行，你就要赐下更多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赐下更多的盼望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今天晚上我们就是要继续的来仰望你，继续的来经历你。主，我们向你祷告，我们要经历更多。乐团来一点，好不好？主，我们要经历更多。主，我们要经历来点更多。来点，再来，再来，第四，继续，这个，来。可以开灯哦。三哦，过。副歌准备，副歌 one， 主光哥上台。埃及，弟兄姐妹，请坐一下。怎么选？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经文，是这个礼拜我一直在默想，我一直在默想着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在这一边是从第十五节开始。他说：“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大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这只是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屋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Amen。 在这一段的故事，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其实是跟马可福音
第二章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一边他们讲到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耶稣在各地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他去医病，他去赶鬼，然后在这时候他回到他 的基地加百农，到了加百农的时候，在这时候就许多的人来到他的旁边，希望能够来听，但是这些的人多到一个的程度，在这边把房子挤满，然后就出现了这四个的朋友抬着一个的摊子到了耶稣他的前面，拆了屋顶，把这个人放到耶稣的前面，因为他们希望这一个的朋友要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今天我就想要很快的跟你们分享一下，在这个礼拜圣灵一直用这一段的经文在提醒我的是什么。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四个的朋友，他们非常特别。第一个，这四个的朋友他们非常非常懂得去关心。 你要怎么样子知道他们会关心呢？因为这个的摊子，他们说在原文当中你去看的话，他们讲是说他是全身是不能动的，就是他是瘫痪。如果你去看这个瘫痪的话，在这个的年代，这个的瘫痪，这是一个医生他说的，医生他就说如果这个人是瘫痪，这一件事情应该才刚发生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是这个人他成为瘫子大概不会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他是全身不能动，他全身不能动。如果在那个的年代，你想想看，全身不能动，他没有办法吃任何的东西，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动作，所以就代表如果他一直躺在那一边的话，他也会起那个叫做褥疮，所以他不可能是很久，并不是好多好多年。这个的摊这个的摊子，这个的摊子他不是瘸腿哦，这个的摊子他就是不能动，大概脖子以下。所以大概可能在这个礼拜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不知道，他在修屋顶的时候摔了下来，他可能在做某一件事情突然间发生了这个的问题。但是这一群的朋友他们立刻知道，代表一样事情，这一群的朋友他们知道怎么样子去在乎。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发现这个人受伤了，没有发现这个的人出问题了，这个的人他就没有盼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事情？其实在我们身旁有许多的人，如果他们不说你不会知道，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要等着他们说，是要等着我们去把这个的问题给挖出来的，是我们要能够懂得去看他们的脸部的表情，要去看他们的状况，要去理解他们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但是这个的世界已经让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样子去看旁边人的状况，因为当我们一有空档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不做任何的事情，立刻拿出手机。一有问题，我们不懂得去看旁边人的状况，一立刻我们有空档，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坐在那，我们一定需要拿出一个东西。我们要学习的去注意到旁边人的需要。但是第二个，你就发现他们这一群人是知道怎么样子彼此扶持的来服侍，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他们四个人一起来做。你知道一起来服侍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轻省一点的。说真的，一个人真的要背他来也可以很累，但是四个人在这边把这个人带来的时候就简单很多了。我就一直在想着，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传很辛苦，但是感谢主，上帝给我们一个团队在这边，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了。阿们。你想想看哦，有人在这边可以做招待，有人在这边在唱诗，但是有人在这边带朋友来，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想办法要把福音传给这所有的人的。但是你看到在这一边，我觉得很美的一点是什么？是他们会付代价的。这四个朋友付极大的代价。他付什么代价？第一个的代价是叫做丢脸的代价。你说为什么叫做丢脸的代价？因为这四个的人，他们需要先去跟这个摊子与这摊子的家人，这摊子一定有家人的，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么活 还活在那边。他们需要跟这个摊子的家人说，让我跟你讲，我们最近听到有一个老师，他能够医病，我觉得要不要带他去看看。你知道这群的家人可以说不可能，不要去，没有可能，不用了，已经没有盼望了。但是这四个的人，他们要敢去冒什么险？叫做丢脸的险。你知道耶稣说过一句，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人，每一次当我们想要去邀请人的时候，当跟人家讲说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你要相信，而且我们就要冒这个的险，因为说不定他们就会取笑我们。但是你知道我最近就被提醒，耶稣他就说过，他说如果到一个地方，你去那一边，他们不欢迎你的话，那所有的祝福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上的。所以我要说，如果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啊，他们接受的话是他们的福气，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是谁的福气？哎，我再问一次，如果他们不接受，当你说你知道吗，神是一个充满恩典的神，然后他们就说：“切，我才不相信。”你知道那个恩典是属于谁的了？我的。所以说真的，每次当去分享的时候，会吃亏吗？永远不会，因为要么是他得到恩典，要么就是你自己得到恩典。你说，上帝他会医治，他不相信，感谢主。未来那个的医治的大能就回到你的身上来。他们付上什么样子的代价？他们需要付上那个距离的代价，好远。今天我要说，在这边有一些的人，你们带了朋友来，你们付了代价，从好远的地方来，要给他们一个的掌声。然后他们付上了那一个困难的代价，越辛苦啊！说真的，传福音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是辛苦的。这个的代价是你可能要陪伴，这个的代价可能是你需要去带着他。我们不是只是带他们来，是你需要陪着他们，要付上一个的代价呀。这个的代价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需要付上拆屋顶的代价。你说牧师现在需要拆屋顶吗？千万不要拆我们的屋顶。但是你知道是什么代价？就是可能你需要付上那一个吃那一顿饭的代价。你需要付上什么代价？是接下来每一个礼拜陪伴他的代价。你需要付代价。但是你知道最美的是他们付了哪一个的代价？请大家听好，他们付上了信心的代价。因为你注意到最后这一节的经文，耶稣是在这一边记载的是说，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不是摊子的信心。因为摊子可能没有信心，摊子可能在昏迷，摊子可能现在已经奄奄不息，奄奄一息，不是不息，不息就死了，对不对？叫拉撒路的神迹就要发生了。阿门。OK， 好，奄奄一息，摊子可能没有力量就躺在那，但是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让耶稣就说可以 ，That's good enough。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我最近突然间想通的。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一直想说，我带这个朋友来，他不是基督徒，他会得到医治吗？ Well， 他没有信心。但是你知道吗，
你带他来，他可以借用你的信心，因着你的信心，他要得到医治。阿门。Amen。Amen。Hey, listen, listen, listen。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祷告会哦？你们每一个人很重要了。对。你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很重要。是。你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态度很重要。阿门。你们带出来那个氛围很重要。阿门。因为是你们的信心。当你们相信，当你们的态度对，这个人他可能没有信心，软弱痛苦，但是借由我们大家的信心，他可以得到医治。阿们。这不就是在我们祷告会常常看见到的阿们吗？阿们。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网络上不会得到医治阿们吗？阿们。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这边会有神迹发生的阿们。阿们。 Hey, come on, 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阿们。阿们。所以请大家听好，请你们相信我，今天我们在这一边就要相信一点，你知道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相信会有人要得救的。阿们。每一次的聚会都会有神迹发生的。阿们。每一次我们在这边就在做什么呢？我们就在做这四个朋友的工作。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接下来这半年，接下来这半年是我们要出去抬摊子的时刻。阿们。让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所以你这个的 我们一直说我们的福音名单要开始出去，在这一边要能够写下来你们想要带来的人。那怎么样子能够是彼此扶持？就是比如说今天我已经祷告了好久，我祷告了祷告到，然后我就说云哥，那我这些人你来帮我为他们祷告，我来祷告你的名单，你来祷告我的名单。这个就是彼此抬摊子的。哎，阿们吧。阿们。所以在小组里头可以聚集的时候，我们的名单可以彼此分享的。每一个导读的时候，每一个礼拜我们导读的时候，就是哎，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为我的妈妈祷告？我希望妈妈要来教会，对不对？你可不可以为我的爸爸祷告？你可不可以为我的哥哥祷告？这就是彼此抬这个的摊子，因为祷告是大有能力的。Amen。 然后我们在这边就一起的努力，因为是有一个的距离。摊子不是从家里到耶稣那边立刻，是有一段的距离，就代表我们可能现在开始祷告，我祷告了一个月，我说云哥我想放弃了，我爸妈一定不会来。云哥就 No, don't give up, 我继续帮你来祷告，我继续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还没到。你知道摊子不能够搬了一半就说哎哎，怎么还没好，因为还没到。哎，阿妹吧。所以这是一个的过程，所以要彼此说不要放弃。哎，快到了，快到了，快跟旁边人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要付代价的。就比如说到时候要请说，云哥，我知道你要你妈妈信主，所以这样子，我请你妈妈吃饭。哎，这就是拆屋顶的代价。哎，明白吗？就是我跟你讲，我来请，你请尴尬，我来请。对不对？我们聚会前我请他们来吃饭呢，哎，这就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就是抬摊子。因为我们一直祷告，所以我就会觉得你的妈妈跟我的福音名单我们已经交换了，我的福音名单是你的福音名单，你的福音名单是我的福音名单，我们在这边彼此交换了，我们就一直祷告的，一直祷告。所以不要放弃哦，又有个距离要付上这个代价，要付上那丢脸的代价，说要来要来，八月父亲节要不要来？不要，没关系，对不对？九月中秋节要不要来？不要，没关系。十月国庆要不要来？不要。十一月感恩节要不要来？不要。十二月圣诞节、哎、终于来了。喂，哎，妹妹啊，拜托，
国父都花了10次才推翻满清。你觉得这个的坚固的营垒不比满清来的困难吗？哎，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又是个坚固的营垒，你要一直邀请，一直邀请，一直邀请，别的人可能会放弃，但是还好有别的人在，是不是？就如同《十月围城》那一个的电影，每一站都有人在那一边守着，让我们彼此在这边守着。阿门，阿门。那今天晚上，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记得这个单词。但是这不是我今天晚上的重点，今天晚上的重点是，因为今天晚上有人带着疾病来到这一边，他们没有信心。但是今天晚上在这边有多少人，你的信心可以借给他们的，可以举手一下吗？阿门，阿门，阿门。可以高高的举起来，大声的说阿门，阿门。你的信心要借给他们的，阿门，阿门。那一个癌症得到医治的信心要借给他们，阿门。那一个瞎眼可以看见的信心要借给他们，阿门，阿门，阿门。愿他们可能不信，但是我们在这边够久了，我们可以相信。最害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一天为什么摊子进不去？我就喜欢路加福音写的，因为马可福音看不出来，所以你要看马可，然后再看路加，你就懂了。路加福音就说了，为什么病人进不去？路加福音那边就讲啊，因为一堆的法利赛人、文士、教师都来了。什么意思？就是一堆宗教人士塞住门，让人进不来。就是很多的人信主信到一个的阶段，是我们挡住了人家耶。就是说，哎呀，我跟你讲，现在没有神迹啊！我跟你讲，这种人信不了主。哎呦，我跟你讲，这个的人哦，你看他还有这种的习惯，哎呀，他一定不是真正得救的。哎呦，怎么这个样子？你没有看到他吗？他说他信耶稣，但是有没有看他手上戴着是什么？他还有带佛珠哎！你知道，我们就有很多的东西把人家挡在门口，让他们进不来。求上帝帮助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充满法利赛人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神迹的教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晚上我们就来祷告吧，因为你知道宗教会让神迹停止，但是信心会让神迹开始被启动。阿门。今天晚上让我们来祷告，第一个就再一次为着所有癌症肿瘤的人来祷告。如果是为自己，在我的右边；为着家人，在我的左边。可以现在出来。家人在左边，找个地方可以跪下来，请服侍的同工都可以来，我们的区长们可不可以都出来帮忙一下 ？Please， 我们需要你们。今天晚上有很多的人出来，问一下，问一下，问一下。是这一边的，特别这一边是为自己出来的，特别在这边这位姐妹需要有人，区长们在这边的姐妹，这边有一个姐妹需要，问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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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状况，问一下为着谁祷告，问一下，问一下在这边，问一下。All right。举起手来，哎，这段请可以邀请大家再起立吗？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因着你们的信心，我
项目的感谢，因着你们的信心，因着网路上面的信心，今天有神迹将发生了。我们喊三声的主啊，我们开始来祷告，一、二、三，主啊，主啊，主啊，好的。大一点。上帝，我祷告大肠癌要离开，胃癌要离开。上帝，谢谢你。上帝，你说两三个人在这边求，你垂听。上帝，今天我们在这边远远超过两三个人，在网路上面跟着在这边一起祷告。上帝，两三千个人在这边祷告的时候，上帝，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其实我的声音一直还是小了一点，我觉得是就是好像少了高频。我们来祷告，今天晚上要特别为着失眠的，我最近会对失眠非常有负担，所以如果你睡不着，你有睡眠障碍，请到前面来，我们为你来祷告。要看到自己像孩子一样的安息在主的怀抱里头。今天晚上你睡觉前就看着这个来祷告，弟兄姐妹可以请坐一下，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希望有更多的，假如说看看还有没有人需要带祷的。 OK， 来，我们就来为他们祷告好不好？举起手来，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着我们上帝来祷告。上帝啊，请放上帝在这里，就让他们安静。
不久。亲爱的天父，我们就是为来祷告，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晚上都可以享受在你的睡你的安息当中。主，你创造黑夜就让我们休息，主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所有那些失眠的那些因素都要离开，主要让他们每一个人躺下的时候，主就是安然躺卧在你的怀中，主他们要像那个婴孩一样，主睡得那么的香甜，睡得那么的甜美。谢谢耶稣，让我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回去就要一觉到天亮。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再一次为着所有确诊的人祷告，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特别就再一次为着所有确诊的人，在这段时间感谢主哦，确诊的人数越来越下降。阿妹吗？阿妹，可以拍手的 ，It's good。我们就继续祷告，这些确诊，特别是在我们的会友，还是有蛮多的有确诊的。我们祷告，他们的身体都要快快的好起来。那再一次，我觉得我也非常谢谢我们所有的同工跟小组长，谢谢你们每一次当有人确诊的时候，你们都去送这些的物资给他们，也给我们小组长跟这些同工一个的掌声，可以吗？感谢主。我们为着所有确诊的人祷告，求上帝能够来医治他们，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来为着所有确诊的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在里面，是不？请所有的传道人都可以到台上，是不？正在联网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要完全的来医治他们，除去他们在喉咙、在呼吸上所造成的一切的疼痛与不适。上帝，你是最大的医生，主，我也宣告你在你里面有平安，完全的平安，保护他们，也保护他们的家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把所有确诊的弟兄姐妹，主，我们带到你的手中，你亲自的医治，你亲自的恢复，你让所有的症状都降到最轻。主，我们还要来宣告，当我们痊愈之后，就是完全的痊愈，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的痊愈。主啊，你亲自的保护，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你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为着台湾来祷告，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让这个的国家是一个平安的国家，让这个的国家是一个和平的国家。再一次我相信一点是牧师说的，我们要打开属灵的眼睛来看见，就是在想象力里头去看见台湾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为着这边来祷告，你要开始讲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这是应该是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我们就特别为着这个的国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耶稣，我们在这边向主来祷告，上帝啊，我在这边向你来祈求，主耶稣，这个国家让你的人心操作，这个国家要有权利，这是一个合法的地方，这里是有最优秀的政府，在这个的地方是最平安的，大家来这边就要看见这个教育是最好的，这个是个观光的大国、医疗的大国、创意的大国、科技的大国、教育的大国，是属于赞美的主。耶稣，我们就是为这个地方来祷告，你来使用这个，上帝在这个真理要最正直的正道。谢谢赞美主。Trump。他一直会 feedback， 我的麦克风一下去，他就会 feedback。在这块土地上，每一个
百姓都要安居乐业，我们要看见各行各业都要兴起。是的主，我们要看见百姓是热情的，而且是最良善的，而且是要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是的主，我们要看见政府是敬畏神的，我们看见政府是这行公义、厚怜悯、存谦卑的心的。是的主，他们所做的各样的政策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谢谢主，求主你祝福台湾这块土地，不仅是的主要来被祝福，也要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祝福要来流出去。主，是的，我们相信我们是祝福的恩典的国家。上帝，我们相信在台湾当中，我们能够看见主那创意的恩典，主那教育的祝福，主那在当中新科技的在当中的创意能够在当中继续在我们国家当中发展出来。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当中能够看见国泰民安、安居乐的恩典，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掌权在其中，你掌管在其中。主，愿所有我们台湾人民能够在当中把心归回给你，把眼目矫正于你，相信你在当中看带领我们能够风调雨顺。谢谢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祷告，我们再一次祷告。今天晚上我还是想要为着在这边弟兄姐妹的工作上面的，所以我希望再为你们来祷告。因为今年我们一直宣告要有一个20%的突破。所以我要为着你们的工作来祷告。所以第一，我们先为20%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上面要能够经历到那一个20%的恩典。Amen。所以我们请同时开口为这里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这里就向主来祷告。谢谢主，在我们的手，耶稣啊，我们在这里向主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祷告祷告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祷告。Sales 跟老板都可以到前面来为你祷告。来，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一起同时开口好不好？来。
祷告。亲爱的主，为着每一个在这里的老板，每个 sales 向你来祷告，主啊，你的祝福要从他们里面流出去，主啊，因为他们引于你的泉源，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丰盛的泉源连于你，主啊，他们生命也要有丰盛流出去，主啊，他们是大得祝福的，是在社会当中，在文化当中都得尊重的，主啊，我们就向你来仰望，主啊，也将这每一位你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是你使他们有能力，有得货财的能力，有丰盛能力，谢谢你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刚才在网络上面就写一个见证，他说这是一个叫做肖慧敏，他乳癌化疗，他在那边担心会不舒服，所以我们就为着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发现在他整个的治疗当中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他们发现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抽血结果医生说这次的非常的顺利，然后白血球也没有降下来的，因为在网络上面如果有见证的话，麻烦你都可以摆进来给我们，对我们来讲会是很大的帮助。我大家都消失了，来的 OK， 我们还要祷告，我们一起立，我们来祷告哈，我们为着教会来祷告，在这段时间我们祷告，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下半年让我们开始来成为最会祝福人的人，你们，所以这是一个 bless 的名单，我们要开始写出来我们要祝福哪一些的人，基督徒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应该是成为最会祝福别人的人，你们，所以可不可以我们就来祷告，在这年底的时候，这半年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有许多的人得救，阿们，好不好？所以我们就一起同时开口，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这个上面，上帝啊，我们要敬拜你，上帝啊，求你差遣我们，主啊，为你去传扬福音，主啊，赐给弟兄姐妹当说的话语，那个温柔的心，主啊，好叫聆听的人，听他们说话的人都感受到你的温暖，主啊，好叫他们所发出去的，不论是咖啡包，不论是点心，或者是邀请卡，主啊，让接受到的人都满心得着祝福，主啊，将你的勇气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势力，乃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传你的灵跟我们一起去传福音，谢谢耶稣，耶稣是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说的话都有恩膏，都有能力，都满足人的需要，求主你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他们看见人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动了慈心去满足他们的需要，谢谢耶稣，祝福我们成为一个最会传福音的教会，因为我们要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涌入神的家中，因为我们要看见天堂爆满，地狱尽空，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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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晚上还是为着各个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教会，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我们要为着东港，我们要为着新沙，我们要为着廖金和牧师他们的教会，我们为着道阳，我们要为着新竹，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些，但是我们就为着所有跟我们联网的教会，有一些的是在美国看的，有一些是在大陆，都为他们来祷告，这些的福音的点都要被上帝给触摸到，让神的大能在那一边，因为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来，所以说我们就为着所有的教会来祷告，上帝啊，我们为着新沙，
们同在，圣灵的火要烧在每一间的教会里面，主要烧去每一间教会，那些烧出那个每一个教会里面祷告的热情，传福音的热情，敬拜主的热情，主要那一个尾声的热情在每一个教会当中，主要在祷告会当中，在新殿行道会如何，在每一个教会就要如何，主你自己圣灵的火要烧在这一些的教会当中，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复兴。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都兴旺起来了，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每一个教会当中，台湾各地的教会被充满了，世界各地的教会被充满了，所以我们看到每个弟兄姐妹是大有恩膏的祷告了，是大有恩膏的传福音了，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都成为当地的金灯台，是当地的祝福了，所以整个教会就兴旺起来了，每一个教会是大有能力的教会，祷告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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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就是这一段的时间，常常把这摆在祷告里头。一个是我们在布道的当中，一个就是我们要一直祷告，是那些还在网络上面的，那一些其实是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变成习惯性的，让他们要知道要能够回到实体的。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身体上面，特别这就是我们就一直摆在祷告，让教会在这一段的时间，该回来的回来，没信主的我们也要带他们认识上帝。Amen。祷告会结束的时候，祝福旁边人，跟他讲说，你是大有能力传福音者，你是大有能力传福音者。